知道了。我来玩。这里有什么好玩的？之前在那边，走过去。之前在那边。这个捕食老鼠，它就是看梯田。民宿很新，老宅很旧很破。看这些，好，我跟小托现在步行前往梯田，看一下这个梯田有没有好看的。哇，这里就是梯田了，各位看官，看。梯田最重要的是什么？这些梯田主要种的是水稻，所以来去看一下这些水从哪里。哎，这个梯田的水是从哪里？这边水管水管吗？那也是山上的水。那这个角度又是不一样的景色了。今天大了。这里就是水嘛。从山上来的水一路向下，这就灌到梯田里去了。这是从山上引下来的水，种田的水啊。这从山上下来的啊，从地下过来的。这水流的好大。小涛，快来！这都是从山上下来的水。山上的水。这里有一个大拐弯，手术的大拐弯。山泉水灌溉着自己的土地。再往下走一点，看一看这个水到底流到哪里。但我不想爬到山底下，因为到山底下还得上来。然后到达每一个相对平面的地方，就会分流出去一部分，灌溉这一部分的田。看，这里都是在分流，都分流出去了。这里现在分成两条了，这里在灌溉。每到一块田都会有分流进去，大家每人都分一点，大家都不吃亏。这里都。这里已经到此为止，把这边全部灌溉包含了，然后这里还有一条继续。这里两条又在汇合。
这就是好了，我不下去了，再下去就走不上来了。我们来喝点山泉水，喝点。我知道你渴了，甜吗？看了一下天气预报，明天大晴天，所以我决定今天住在这里，明天早上开始出。